各位觀眾好，又翻嚟午夜廣場嘅歷史係咁話啦。今日嘅題目咧就係聖主如天，萬物春嘅。咁啊，聽到一個咁哇，好似春天嘅光芒嘅味道嘅題目咧，你都係估唔到啊。其實我哋今日講嘅咧就係同文字獄有關嘅事。咁點解呢個題目係同文字獄有關？之後會講嘅。咁啊，同我哋講呢個題目嘅咧就係我之後咧就有樂賢啦、Michael 啦、嘉齊啦。咁我哋即係繼續老組合咁咧就講。有關民族嘅話咧，咁嚟緊幾個禮拜咧，都會講同民族連結嘅種種相關嘅話題，咁大家可以慢慢繼續關注啊。咁啊，首先要即係講個題目先嘅，咁啊，聖主如天，萬物春啊，嘉齊。跟住咧，接住嗰句就係小神如暗自忘身。咁就明啦，係嘛？咁邊個寫嘅咧？呢啲咁好嘅詩句啊，蘇軾寫啊，即係宋朝大文豪啊，蘇軾。咁但係佢點解會無端端好地地要即係講完聖主好似春一樣咁滋養萬物，咁但係突然之間就要自亡身喎嚇，咁係咩意思咧？其實係關於係烏台詩案嘅故事，咁就係即係呢個可以話係中國歷史上一個好出名嘅，如果唔係第一宗咧，我哋應該覺得唔係第一宗啊，咁但係就一個好著名嘅文字獄嘅案件，咁就係咧阿蘇軾咧因為批評咧王安石。推行嘅新政啦，咁亦都係嗰陣時嘅宋神宗好支持呢個新政，咁而阿蘇軾嘅膽敢又多多意見，説三道四啊，咁所以咧就即係俾人去拉咗，咁啊烏台就係御史台啊，咁就係俾嗰啲御史咧去審問佢，咁但係即係當然啦，審問佢有啲係實嘅，有啲係唔實嘅啊，咁但係點樣講都好，阿蘇軾咧就以為自己死梗啦，咁啊死梗之餘咧。因為你講啲説話得罪皇帝啊，好大件事啦。咁但係呢個古仔咧，或者呢個文字案件最得意嘅地方，就係有好多蘇軾嘅政敵，包括王安石都幫佢啊，即係話呢個大不世嘅大才子，我哋唔可以咁樣害死佢，因為點樣叫盛世啊？咁喺個盛世裏邊，當然係唔可以有啲咁嘅文字獄噶啦。咁就係咁嘅意思。即係佢幾樣嘢啊？第一樣咧就係佢係詩案啦。個詩案嘅意思咧，就係佢嗰個批評咧，係嚟自佢寫嘅詩，咁佢出名啦。簡單講就係佢好受公眾歡迎同埋公眾認受嘅，好似公共廣播咁啦，係咪？咁所以咧就俾人針對啦。咁佢係俾咩人針對咧？就係佢寫詩，咁大家咧就喺佢啲詩度邊捉字實。咁你冇辦法，你寫得多自然就俾人捉，跟住逐句個邊個字係佢係等於咩意思？係你係侮辱皇帝咁樣去講。嗱，依個好有趣嘅，佢就係將咩咧？就係一種審美係嘛，即係批審美或者睇詩或者解釋詩嘅方式，演變成為一種你係有做錯嘢嘅嘢。咁你講乜都得㗎，其實你去批改解讀一首詩或者解讀一段説話係嘛，解讀一個節目，你去做乜都得。咁但係佢就轉變成為一個批評。咁而最緊要係咩咧？如正話嘉齊你所講，身邊所有人有啲正直嘅政敵，譬如王安石都出聲話，佢未必係咁嚴重嘅，未必係咁。咁所以喺佢覺得自己以為死梗嘅時候咧。就寫咗依句聖主如天萬物春，咁最尾冇事啦。個太后發覺蘇軾咁可愛，你留翻佢啦，咁就冇事啦。唉，總之係一咬汗啦。係啦，冇錯。一耳聞嚟到去羅禍都係好危險嘅事。冇錯。咁但係似乎即係呢啲例子，我估頭先嘉齊都講啦，即係喺歷史入邊咧都唔係第一個，咁肯定唔係最後一個啦。咁但係其實喺中國傳統正史又好，野史又好啦，都聽唔少類似嘅古仔嘅喎，喺唔同朝代係嘛？即其實我哋睇翻成個文字獄個關鍵唔在於寫文字嗰個人咯，而係講緊寫即睇文字嗰個閱讀者佢點樣閱讀同埋理解解讀嗰個關鍵，就係成為咗日後究竟呢件事係一個文字獄啊，定係一個我哋純粹用藝術嘅角度去睇呢件事情。咁我哋見到可能喺宋朝又好、明朝又好，到清朝都好，喺我哋認為好。好不安嘅時期都好，或者真係好繁榮盛世，反而繁榮盛世更加多類似一啲咁樣嘅關於文字而引發嘅一啲嘅案件。其實變相係睇到依啲好多時候就成為咗一個工具，令到可能政治家或者皇帝佢點樣去介入去處理某啲佢認為要急需去解決嘅可能某個大臣或者某種政治事件咁樣。即係講起文字獄，我唔敢講最早啦，但係我認為一講文字獄咧。必須要提咧，就係司馬遷自己《史記》裏邊咧，其中一篇名篇，我諗大家都睇過《報任安書》。咁啊，古仔簡單啦，即係任安就係當時無辜之外其中一個，都你都叫佢受害者，但係佢都唔係完全冇份嘅，即係佢幫太子即係一齊喺首都度即係打啦。咁當然係大家都知道當時係被逼叛變啦，咁所以就即係有一次
叫首都械鬥出現啦。咁佢又幫佢手指揮啊咁樣。咁任安就後來下獄啦，都自知將死咁啊，同司馬遷講話佢救下我啦。之後司馬遷同佢講話，我就最慘噶啦，俾人行宮刑噶啦。不過我要留翻條命啊，點一口燈寫埋本史記，所以我幫你唔到噶啦，即咁嘅意思。後代留唔到啦，命都仲留到嘅。我就唔係講話即係佢有幾慘或者點，而係佢中間有一句好正，佢就話我寫一本史記之後我要點做？我就係第一，佢就一句好重要，就係藏之明察，即係咩意思咧？就收埋佢，然後咧就傳俾我嘅下一代。咁傳俾下一代之後咧，佢最尾咧仲講咩咧？佢就話：我哋要揾一個機會，係俾喺啲大城市度，就點咧？就發布講俾其他人，即係俾其他人睇。即係簡單講，就係佢有一個部署啊。即係佢話：我知道你係會有文字獄，我知道會有 censorship。點解會知道咧？因為我當時司馬遷被行宮刑嘅原因就係佢只係幫李陵講咗句説話，係嘛？為其中一個將軍敗戰嘗試去平反。咁都咁啦，咁我寫咁大本書就更加係必死。咁所以我認為依一種因為失言，因為你講嘅嘢同為政者係唔同，而受到災禍咧，其實係自古以嚟一直都有嘅一回事。咁而即係正話我哋講，譬如司馬遷啊，譬如烏台詩案咧，其實都係即係其中嘅一啲即係例子嚟。咁當然咧，即係又講自古以嚟啦嚇。咁自古以嚟，即係呢件事，頭先我都講，即係喺中國，即係唔同嘅古仔入邊或歷史入邊都發生。咁亦都唔代表淨係中國嘅。咁啊，其實喺全世界，喺類似嘅事件咧，都喺全世界唔同地方發生。呢個可能稍後時間可以再討論啦。不過頭先講到樂言講得好有趣嘅就係，即係唔係代表嗰個地方有動亂或者個為政者好虛怯，佢就要施行呢啲所謂文禁啊、文字獄啊等等嘅嘢。即係盛世嘅時候咧，都會發生。即係話俾大家聽，其實件事唔一定係為咗鞏固權力。好多時候，我哋稍後可能都會睇到其他例子、就是，就係其實本身皇帝覺得自己權力好安穩，但係佢覺得有一啲嘢你係應該知，有一啲係你唔應該知，係我決定，我幫你話事就係最好嘅決定。呢、這、一個心態咧，可能比維持政權咧，可能更恐怖。文字獄咧，其實我哋如果喺歷史上邊去睇翻咧，最惹人去可能有批評嘅，或者可能係感性上好討厭嘅，就係、是以言論嘅角度嚟去入罪，因為咧有時可能你做一啲行動啊，譬如具體要推翻政權，咁呢個係謀反嘅行動啦，咁好明顯你受到一啲比較強烈嘅對待係合理嘅，或者係可以明白。但有時用言論嘅話，咁我講嘢講唔死人噶嘛，即係或者我講嘢，我講幾句啊，你個政權就推翻嘅，呢個唔係我講嘢嘅問題啦，咁所以即係嗰個情況就係即係用言論嘅角度嚟到去即係讓人係去受罪，咁呢個係本身係一個比較文字獄裏邊重要嘅內容，咁係即係文字獄之所以亦都係即係令我哋可能覺得。係有啲好不安嘅地方咧，就因為以前嘅人可能言論就唔會好似而家錄影錄音，好似我哋而家講完嘢咁樣，即係錄咗落嚟，咁周圍嘅人睇到，就可能係要透過文字啦，然後四周圍傳播。咁但係頭先即係我哋大家都喺度講啦，有時唔係寫嗰人有心，係睇嗰個人佢點樣去理解，而係佢理解嘅問題。咁有時個皇帝或者係其他有心人，可能特登去有啲有心嘅解讀，咁變咗你唔係。原本寫嗰個意思都變咗一個謀反嘅意思。嘉仇，我想問，譬如你心目中有冇邊一單你覺得係好深刻，話即係依一單都幾離譜或者幾嚴重咁樣嘅文字獄案件或者事件？如果喺中國歷史上邊咧，比較重要有文字獄嘅朝代就係清朝啦。咁清朝好明顯就係因為滿洲人入侵中國，咁啊繼而入主，咁要控制大多數漢人，咁就自然咧就要有一啲比較強烈嘅即係高壓嘅措施。咁嗱，我印象最深刻嘅或者係可能係即係讀得比較多嘅就係莊廷農民史案啦，喺康熙期間嘅。咁呢個金庸先生喺佢《鹿鼎記》裏邊咧，就攞嚟做一個好重要嘅故仔。我相信即係所以成為我諗香港人最認識嘅一個文字獄案件嚟。嗱，呢個案件已經咁多人認識，我唔講好多細節。不過簡單嚟講，就係有個富商喺江南一帶啦，莊廷龍啦，佢就想揚名立萬，有錢唔夠啊嘛，
咁啊點樣咧？咁當時嘅人咧就因為明朝已經滅亡咗，咁所以咧就有啲法師故之有情，想總結一下明朝滅亡嘅一啲經驗。咁於是乎就即係一個寫明史嘅風潮嚇，總結前代。咁啊，莊廷龍咧就見到即係有啲坊間裏邊有啲人咧已經寫咗一啲書，就買翻嚟嗰啲書翻嚟就改頭換面。啊、就話係自己去做主編嘅，改個名咪印咯。啊，咁就請咗好多啲文人學者啊，幫佢可能睇下或者寫下序啊，或者甚至乎有啲冇睇過嘅都求其擺埋佢嘅名落去。嗯、好啦，咁但係有心人見到裏邊有啲字眼，原來係個稿未清啊。個稿未清係咩？仲用明朝嘅正朔啊，用即係一啲比較我大明乜乜乜，或者係北後430年嗰啲一啲比較不敬嘅語言嚟到去描述清朝啊等等。咁就令到咧，統治者咧發現就有啲有心人咧就發現咗有機可乘。咁有個人咧就係一個失敗嘅官僚啦，就叫吳之榮啦。咁佢就諗住攞住呢本書嘅原稿嚟到去威脅呢個莊廷龍。咁啊威脅就要多啲錢啊，如果唔係告發你啊咁樣啦。咁啊莊廷龍佢哋唔賣帳，搞錯啊！我都唔係我願意，你個書稿。是舊版嚟，我已經改曬啦咁樣。咁啊，吳之榮當然唔妥啦。咁於是乎咧，就走去告發佢，並且咧啲地方官員咧層層咁樣咧，一直去到皇帝度。嗱，當時就康熙皇帝啦，都係好開明嘅。咁但係咧，康熙當時就比較細啲，咁所以就有啲顧命大臣，包括鳌拜啊咁樣咧，就喺度當權。咁佢哋唔一定好邪惡嘅，咁但係佢哋係以滿洲為優先，咁嚟到去處理佢哋嘅政務。咁就發現咧呢個咁嘅文字獄嘅機會係出咗嚟，咁所以就係用呢個莊廷龍明史案咧嚟到去牽連咧一個可能真係戇居居喺呢件事上邊唔係即係有意去你俾佢捉到個打擊，咁就睇下個打擊面要打到幾大啦。同埋佢會除咗解讀你嘅內容之外，佢就會解讀個影響係嘛？如果解讀個影響原來好巨大嘅，咁你嘅刑罰就好巨大。係啊，即係如果你如嘉齊所講話寫明史當時嘅風潮，咁呢一樣嘢要打擊就梗係有啲道理啊。唔係，但係即係最慘嘅就係咧呢件事其實可大可小嘛，可大可小就係你係要用好暴虐嘅刑罰牽連好多人，抑或係將呢件事嚇息事寧人嚇咁好啦，罰咗你個主犯或者係罰咗一啲真係即係有參與嘅人咧，就好啲。咁啊，但係好唔係。佢原來就係要將佢擴到好闊，成曬好多人。中國政治嗰啲係高高舉起，輕輕放下，定、就、係、是、高高舉起，大大力打落去咧，都要睇下個老細想點諗。各位好，又翻到嚟歷史係咁玩啊！上一節我哋講到即、就、係、是。自古以嚟嚇，文字獄可能都是文人啦、文化人啦。咁今日嘅講法就是一個魔咒啊，即係我哋可能你必須要說話，你必須要寫字，你必須要表達。誒，依啲嘅表達、依啲嘅寫作嘅後果咧，可以係好巨大嘅，可以係同生命有關，甚至乎係同整個家族啊、你身邊嘅人嘅生命有關。咁所以嗰個代價好高昂。咁但係可能依個亦都係。即係冇辦法迴避嘅命運啦，即係佢作為文人就係一件咁嘅事，咁呢個都係好悲哀嘅情況。唔係嗱，我哋頭先即係講文字獄嘅問題咧，其實就係即係基本上因為文字係流傳到落嚟，所以可以追查你有啲咩講過，或者有啲咩叛逆嘅説話，就係用文字，其實係言論獄嚟嘅。即係如果可以喺當時已經有錄影錄音，可能就係透過你講嘢就已經可以入你罪。咁但係個文字獄咧，其實令我覺得有一啲好好不安的地方，或者更加係喺現代要思考多啲嘅地方係咩咧？就係、是、原來咧好多嗰啲法律已經存在住，即係喺大明律裏邊又好，甚至乎更早嘅朝代嘅法律都好，係有謀反大逆係會用好重刑罰去處分嘅一啲咁嘅條文。咁即係所以嗰把刀就喺個頭上邊噶啦。咁但係個問題係點樣去執行，或者係嗰、那個即係施行嗰個力度係去到？佢個幾強咧，即係重點。咁頭先我哋提嗰莊廷龍明史獄咧，最緊要嘅地方就係佢一個可能係好無辜嘅，或者係好多人眼中睇落佢都係因為愚蠢啊，或者係因為唔小心嚟到去犯咗你一啲好重要嘅、好嚴重嘅法律，咁你就受到凌遲處死、全家滿門抄斬，即係咁嘅後果。但係咪一定要咁樣做啊嘛？即係個問題係，如果你見到個罪行嘅情況係輕微嘅。
我呢個言論唔可以去，即係就咁就將你嘅朝代去擊倒嘅，係咪一定要用咁重嘅刑罰嚟到處分咧？即係喺現代都會諗啊，佢都冇意真係意圖去做呢樣嘢，即係所以係俾人覺得係咁啫嘛。咁所以即係嗰個刑罰嘅存在同埋刑罰施行之間，係咪有仁慈嘅空間？係咪一定要用最暴戾嘅方法嚟殺雞儆猴咧？即係呢個真係係，我諗喺文字獄裏邊咧，最令我哋要反思嘅地方。咁嗱，一樣嘢我都係好有意思嘅，就係、是、嗰個文字獄，即係頭先講莊廷龍明史案裏邊咧，嗰、那個最大嘅奸角就係嗰個吳之榮啊嘛，嗰、那個要告發人嗰個資源。咁好多民間傳說咧，就譬如甚至乎喺金融嘅武俠小説裏邊咧，都寫到吳之榮下場好慘啊！啊！佢又點樣俾人害死、病死咁樣等，不得好死嘅。咁但喺現實裏邊，吳之榮係點啊？榮華富貴終老嘅，啊！佢係即係安樂死嘅。咁呢樣嘢係令到中國人好不安，所以點解有咁多文學作品係要即係、就是、作到佢係一個咁慘嘅死亡咧？就是、因為如果唔係咁樣咧，所有嘅人唔公道嘅，輸唔到啖氣。即係個天理仲何在啊？即係點解啲人做咁壞啊？係啊，咁但係可能喺現實嘅生活裏邊啊，或者喺歷史嘅真實裏邊，就好多奸角真係得逞。啊，咁嗱，我哋講起文字獄啦，其實喺文字獄嘅故事裏邊咧，即係尤其是我自己讀書時代咧，最紅嘅朝代就唔係清朝嘅，反而就係明朝。咁啊，明朝係點樣咧？就講到明太祖朱元璋咧，由於佢係即係喺好低下嘅出身，又做過和尚啊，做過遊方和尚啊，即係好似乞衣一樣。咁然後最後做到皇帝，咁所以佢對自己咁低下嘅出身咧，就即係好多人就會喺後世就話佢會好緊張呢樣嘢。咁啊，以致到咧，凡係有人咧去冒犯佢，講佢低下出身咧，啊，佢就會獲罪啊嘛，啊，即係有啲咁嘅古仔，大家應該有聽過類似咁樣啦。佢一提到光頭又要成，即係光天化出啊，係啊。咁嗱，係唔係咁嘅咧？嗱，我就有兩點咧，希望同大家去補充一下或者去商榷一下。第一點就係、是、即係我前輩學者，我老師之一啦，陳學林教授咧，佢喺好多年之前咧就做嗰個考證。就講到咧喺嗰啲文字獄故事裏邊咧，有一個地方嘅教諭啊，就叫做徐一葵。咁啊，徐一葵咧就寫個光天化日化日天生聖人為世作則啊，咁樣就因為話佢係光頭同埋作賊啊嚇，個則字有賊音。咁啊就俾人明太祖處死啊，仲係一個文字獄嘅經典咁樣。咁但係阿陳教授嘅考證就係咧，阿徐一葵咧喺建文初年。都繼續有寫詩，咁啊，即係佢冇假死，都冇死，復活添，即係係唔係有一段咁嘅文字獄出現過？呢個係就一定係懷疑。第二點，我想同大家分享嘅咧，就好多講明太祖朱元璋嗰啲暴虐嘅行為，講佢一啲可能係因為用言論嚟到去對付佢啲臣下嘅嗰啲記錄咧，其實好多都係喺明朝中晚期咧嗰啲筆記小説度出嚟。咁嗰筆記小説裏邊咧就將阿明太祖嘅暴虐嘅大書特書啦。咁到清朝當然啦，即係當時嘅文人就唔好意思鬧清朝啦，或者唔敢啦。咁啊，所以就成日都指住明朝嗰啲故事喺度大加發揮。咁啊，即係嗰啲故事究竟係真係假咧？好難去講，好難去即係令我哋有啲時候信服嘅。譬如話明太祖聽到啲人喺個酒樓裏邊話佢點點點嘅，就派錦衣衛殺曬嗰個區嗰啲人。即係所有歷史都係當代史，所有文字獄都係當代嘅。唔係，但係最好玩嘅係咩咧？就係明朝之所以有啲咁嘅朱元璋暴虐嘅文字獄嘅故事流傳落嚟，正正就係反映佢哋當時喺明朝中後期咧，尤其佢哋嘅文字獄真係唔強。如果唔係呢啲咁嘅筆記小説，點可能出版？點可能咁 juicy 嘅嘢留到係今日我哋仲睇到？我真係喺度補充，其實明太祖初年佢要建立一個中華嘅帝國，佢希望有一個中華嘅理想放落去啦。所以我哋又會覺得佢好似好著重於文字禮節嘅問題，例如外交辭令咁啊。例如朝鮮出現過一件叫做表徵問題事件，就係佢哋發你所謂表徵咧，就係話歌功仲得嘅，即係讚阿明太祖有幾威啊，有幾盛世啊嗰啲。咁但係第一次入表咧就出事啦，就話嗰個表有問題。但係得吊鬼嘅，其實到今天咧喺朝鮮又好，明朝嘅記錄裏邊都冇講其實裏邊出現啲咩問題，因為一般表徵都會印翻出嚟啊，嗰日講到啲咩咧，但係冇提到嘅。咁呢件事裏面咧，其實引發咗連串嘅外交事件，呢、這個就可以詳細可以參考呢個《時代與保國》啦，范永聰嗰篇。咁另外嗰個例子就係、是、佢有趣嘅地方係，其實個結果係咪令到朝鮮好落難咧？那個結果就唔係喎，因為最後個結果發現咧，其實
明太宗係會聽嘅，聽權近嘅解釋啦。權近當時候朝鮮特意派去解釋，其實嗰啲嘢唔係咁解嘅，我哋唔識字嘅，即係我哋蠢咁，所以咧你又唔好怪我哋啦。咁當然你可以咁諗，佢係咪委曲求全咧？但係變相其實睇到佢係有空間係俾你嗰個言論可以喺嗰個環境裏邊落去嘅。但係我哋見到就係話，有時文字獄會可能牽涉到喺外交辭令裏邊，令到國與國之間變得好緊張。樂樂講得啱，即係好多時我哋見到即係澄清文字獄，好多都係讚美指出事物，即係讚咗之後發覺拍馬屁拍錯位，即係好大件事，打咗落去就以為係打攞油咁就大件弊啦。咪即係所以清朝嘅文字，嗱我頭先講咁多明朝嗰啲咧，就係想話俾大家聽咧，明朝嘅文字獄應該係有嘅，咁但係咧佢嗰個力量或者佢嗰個即係不合理性咧。其實就同清朝冇得比，因為最多可能是明初有啲時候有啲人係因為犯咗某啲特定嘅忌諱，咁所以係你要特登捉住皇帝啲唔好嘢嚟去捽佢咁樣，佢梗係對你不利啦。咁所以呢個係明朝同清朝，我要理解佢哋嘅不同。咁清朝先阿卓然講過，我哋見到好多文字獄嘅案件，我哋可能有機會陣間再講多啲啦。就係佢唔係一心去諗住。去話你清朝的不是，話你滿洲人的即係外族統治啊、文化低落，唔係講呢啲，佢係好多嘢想讚你，想透過文字嚟到去上進啊，即係嚟到去喺個建制裏邊力爭上游。咁但係反而係呢班人喺呢個擦鞋嘅過程裏邊出事，咁呢個值得細微嘅地方。嗱，我哋講咗好多即係文字獄嘅情況，都係古代中國嘅出現嘅情況啦。咁啊，去到即係現代照計應該好啲啦。即係你諗下現代社會啊，講即係咁多人權嘅話題，咁文字獄應該就可以消除啦，係咪？所以我哋話咧，即係文禁或者文字獄咧，係自古以嚟，即係對於我哋做文字工作嘅人咧，有啲失望就係一嚟到好近添，唔係淨係留喺古代，仲要嚟到唔係嚟自中國添，即係全世界都有，唔單止係中國治下嘅地方，或者係歐美治下嘅地方，好似香港近世。其實咧，即係文字獄、文禁咧，喺大家即係唔係好留意到嘅地方咧，其實都經常發生。可能好多即係特別係八十年代出生、九十年代出生年輕人知道，係啊，你哦，原來你咁後生係真係保養後啊，邊有九十咧？嗰啲年輕人就唔了解，以為即係港英治下嘅即係法律史，其實自由或者甚至文字自由啊，或者言論自由先係主調。但其實即係好失望，令人就係、是、其實即係文禁啊、文字獄先係主調，因為有好大部分時間嘅殖民地時間咧，其實文字獄都係流行盛行兼且用嘅。咪最弊咧，係好多人會將 censorship 呢個字咧，唔會將佢譯做文字獄。係佢用新聞檢查咧，就技術官僚咗好多，係嘛？係啊，好似好中性，其實唔係根本就係文字獄，同一樣嘢就係文禁，同一樣嘢。譬如一早到即係英國立殖民地喺香港，由十九世紀中開始咧，佢哋先用一啲所謂誹謗嘅官司去打擊一啲報紙嘅編輯。例如香港最早一個英文報紙叫 Friend of China， 佢個編輯咧曾經咧就喺度話當時嘅助理港督啊，處理港督就威廉堅，即係而家堅道嗰個堅啦，即係睇住大館啊，嗰三檔嘢嗰個堅啊。咁咧佢就話佢涉嫌貪污，咁啊俾人告，咁啊告到佢誹謗，咁啊罰錢啊坐監啦。另外都是十九世紀中期，又是用誹謗。咁啊，當時咧另一個都係比較香港流行的英文報紙叫 Hong Kong Daily Press， 佢嘅編輯咧就俾人告咩咧？因為咧個報紙咧就話當時嘅港督 Bowring 應該叫做寶玲啊，就話佢涉嫌咧將一個合約咧就批俾佢嘅仔咧有份做合夥人嘅公司嚇。咁呢啲當時即係發生都唔出奇啊。咁但係咧佢又俾人告啦，告誹謗，又係拉人封艇、坐監啊、罰錢。咁但係都未夠，其實去到二十世紀初嘅時候咧，就因為即係中國嘅政局唔穩啦，咁啊港英政府咧就立好多例咧，去令到一啲報章咧唔好出版一啲嘢嚟到煽動中國，令到佢政局不穩，而影響中國關係，就唔想威脅中國。咁當時英國同中國都有一啲嘅。即係討論過嘅，即係大家覺得呢啲情況唔係要唔好再落去啦。係啦，你又唔好輸出暴動俾我，我又唔好輸出革命俾你。咁當時有幾條法例啊，譬如有郵政局條例1900年，有中文報章條例1907年，有煽動性刊物條例1914年，全部咧都係話禁止出一啲刊物咧係煽動中國有動亂，又或者咧唔可以喺香港出啲刊物咧令到人對港英政府咧係仇視啦。鄙視啦，或者增加民族之間嘅仇恨，咁所以咧係牢牢罩住一啲出版人。不特止，去到22年省港大，22年海員大罷工，25年省港大罷工，出一條仲勁嘅，
咁啊，而家大家都好熟悉嘅條條例啊，緊急規例條例啊，啊咁啊，即係大家即係都明白，即係呢條條例最近都用過嘅。咁啊，當時其實唔係咁用嘅，其實當時主要咧係對付唔係威脅中國，係嚟自中國嘅威脅啊，特別係嚟自當時即係國共聯盟啦、啲左翼啦、啲罷工嘅威脅，咁就去勒令所有香港嘅報紙出版之前，中國中文報紙啊，主要係中文報紙就要送檢。送到叫做港英設立的新聞檢查處嗰度送檢，咁啊唔中意咧就劃走。如果你登一啲佢唔中意嘅嘢咧，就會俾佢告。我可以睇一張圖片啊，就係當年咧1928年咧，《晨報》咧就俾香港政府咧控告佢登一啲唔可以登嘅，就係話唔可以罷買日貨，因為當年1928年咧就係濟南慘案，咁啊登一啲唔可以登嘅嘢，咁啊俾人告啦。係啊，咁我哋依一節咧未啱啱講完呢新嘅説嘅嘢咧，我哋下一節都會繼續講落去。各位好，翻到嚟第三節嘅歷史係咁話，即係 Michael 講好多嘅故事，但係你會睇到就係、是、即係英治嘅香港嘅時候，佢發生緊咩事？就係、是、佢一方面佢係要維持住一個所謂貿易港口嘅一個位置，而唔係港口嘅位置裏邊至關重要嘅就係貿易同埋勞動力。咁、貿易嘅關係，你同中國嘅關係如果打唔好或者有混亂咧，就出問題。而第二個問題仲關鍵就係勞動力，就係、是、當時以華人為主嘅勞動力咧，其實佢哋根本上就唔覺得香港係自己嘅地方，佢哋根本就係關心緊嘅就係廣大中國裏邊嘅各種嘅問題。咁所以你會發覺好多次嘅所謂革命嘅事件啦，或者推動革命啦，推動好多嘅政治運動，包括即係抗日啦、反日啦。同埋白馬日貨咧，其實都係香港做一個好重要嘅言論嘅港口。咁所以香港作為一個重要嘅幫助中國大陸去宣揚佢言論嘅港口咧，其實中國香港咧就處有咁嘅位置同埋咁嘅角色。咁而你會發覺唔同嘅人都嘗試運用依一個所謂自由嘅位置去做一啲嘅行動，但係英政府就好唔想。點解？因為直接導致到譬如海外大罷工同埋之後省港大罷工，到到香港嘅勞動力嘅一個枯竭，即係話大家係唔想去幫你英政府工作。咁所以呢啲嘅問題就會衍生到正話你所講嘅種種嘅即係所謂新日説嘅一啲嘅問題。所以背後其實個盤算咧，可能係政治或者經濟嘅盤算嚟到。喂，不過頭先聽阿 Michael 講香港嘅文字獄嘅發展嘅過程咧，就讓我有啲反思嘅。就係我哋如果譬如講明朝、清朝嘅文字獄咧，明朝可能就係一個比較要維持君主權威嘅一種文字獄。清朝如果有文字獄嘅話，佢係一種維持滿人嗰個對漢人統治嘅一種係關涉國家安全嘅，或者關涉佢嗰個統治嗰個利害嘅。咁但係喺香港個文禁啦、文字獄嘅發展過程裏邊咧，又讓我有啲感受啊！即係譬如我哋係明白可能英國佢有一個好長嘅反共抗共嘅傳統咁樣，咁喺佢哋對新聞嘅檢查，咁有啲你宣揚共產主義嘅，可能佢哋就唔俾你。咁或者可能頭先講過有啲國際貿易嘅關係，咁你去要白買日貨嘅，可能佢哋就要有啲限制。咁但係我又要見到咧，喺嗰啲新聞檢查嘅內容裏邊咧，譬如阿寶寧總督佢嗰個仔，可能係涉及一啲利益輸送。咁呢啲又唔係同國家安全，亦都唔係同嗰個國際關係有啲咩嘅影響嘅。咁但係亦都喺嗰個文禁裏邊。咁咩意思咧？就係會唔會嗰啲文禁，我哋有時係唔係淨係講國家安全，而係講國家領導人佢哋嘅利益嘅？咁呢啲都係要用同樣嘅方式嚟處置嗎？係，我嘉誠問得好重要，就係當我哋處理現代社會嘅即係依一類嘅文字獄嘅問題嘅時候，其實文字獄作為一個管治工具，我咁去理解啊，即係一個未必係好好，但係即係我哋觀感上未必好，但係當權者必然會使用嘅一個控制工具嘅時候，喺現代社會點解佢仲係運作緊，或者點解佢仲係樂此不疲地唔怕你講，唔怕你批評，佢都繼續用咧？一定有啲嘅原因，佢係要打擊。係，其實咧，卓賢同埋嘉齊講得好啱啊！即係呢個框架，如果以英殖時期嗰個經驗嚟講，其實成個即係控制言論或者文字獄嘅框架咧，其實基於一個係中國威脅嘅框架，或者威脅中國嘅框架，即係防止威脅到中國啊，因為經濟嘅政治原因，亦都防止中國威脅輸入香港。咁但係當有框架有嘅時候咧，即係當權者咧就覺得好用，一好用嘅時候咧就好多時候都用。去維護自己利益用啦，或者對唔一定對於國家安全啊、地緣政治威脅有關係，或者對一啲好
小的本地管治問題都會用，譬如例如1931年就用這個原本用來對付中國或者令中國不要對付自己的一個文字的框架去對付四張報紙。我們看一個圖片就知道1931年有四張中文報紙被檢控的，在這個文禁的條例裡面，包括《華僑日報》、《南中報》、《南強報》和《中華日報》。為什麼告呢？又不是今次不是罵日本，不是罷買日貨，不是影響國際關係，不是對付外敵，不是罷工，不是影響中國或者中國威脅，而是這幾張報紙報導域多利監獄，即是現在大館下低的，以前用域多利監獄。當時那裡有些囚犯，大概有300個囚犯，因為糧響不足，沒有東西吃，罷工。罷工當時香港政府就鎮壓，有個小型的暴動鎮壓。那些報章就報導，那些報章應該是違規報導的，因為理論上之前要送審的，那他違規報導就被告了，那這四張報紙就被告。那你可以看到當時是除了地緣政治、國家安全或者中國威脅中國之外，其實一些所謂本地的小型的所謂的管治不良都會成為民禁的原因。咁即呢個你知道，一有個框架喺度就好好用。咁另一個框架用處就係咩呢？就是每晚當啲報紙送檢嘅時候咧，如果啲報紙聽話咧，嗰啲檢查員檢走啲字咧，咁咧嗰啲字咧就會變成交叉窿。咁所以咧，大家咧不妨可以睇下咧，一啲報紙入邊咧有好多交叉窿嘅，其實喺30年代啊、20年代啊，甚至40年代，嗱，大家就好好玩啊！每次見到交叉窿，開始估交叉係咩啦？交叉一定是不是粗口先，首先难听的说话可能是，但肯定不是粗口。那这些交叉出现呢，就是因为呢被检查员检走的字，因为之前那晚才检嘛，所以呢就要即刻补回一个所谓交叉字粒入去，那就这样做。以前有些报纸呢就嬲嬲地就将个交叉用骷髅骨头敷两条骨来做交叉，不过那张报纸呢就出了骷髅骨头一个月之后呢就没得再出了。那你知道为什么呢？但你又知道這些交叉是代表什麼呢？其實那就跟地緣政治都有關係，很多時候這些交叉都是代表日本跟日本有關的。譬如我可以讀幾個字，說當時那些文人或報人說有些字是會變成交叉的，例如敵、倭寇、不說得、倭奴、倭夷、蝦夷，一隻蝦的蝦、倒夷，不是夷倒數，是倒夷，是東奴、日寇、暴寇、暴日、受行、受性、受兵、強盜、無恥、焚劫、奸淫、掳掠、屠殺，都會係交叉或者係呢啲都係小武成日講嘅內容。最重要，你知唔知係咩？無恥係唔講得嘅，係啊，即係無恥，即係無恥，即係冇啊嘛，無恥係唔講得。係咁，所以呢個即係亦都同整個大英殖民地啦，唔單止係香港嘅，同日本嘅關係，同西方嘅關係，佢點樣睇日本喺亞洲？他為何要保護他不讓他出，這個是跟整個國策很有關係。其實看回英國和日本在1902年簽了英日同盟之後，你會看到在整個英帝國裏面其實是很明顯是偏向日本的、輸射。所以我們除了香港的例子之外，新加坡的例子都會看到他怎樣去控制華文報紙，盡量在可能在五四運動之後那個反日的情緒或者個抗日的情緒盡量去低調一些的。例如在1919年五四運動之後一個月的叻報，叻報裏面有個報導就是說，我們由今天開始就不會再賣某國的廣告，某國人的廣告。什麼是某國呢？我記得個某業可能代表交叉了，不是中國啦。但這裡呢他就自我審查了先。因為為什麼呢？因為其實當時候英國政府已經跟當地華文報紙講到明，所有提到日本的東西都不可以再講日本了，因為避免了會觸犯了任何一些不必要的條例。咁事實上咧，呢部後來亦都因為日本呢個問題咧，俾人封管了一日嘅。咁另一個報章叫做《國民日報》咧，其實佢有國民黨背景，咁佢係不斷咁當時候係鬧呢個日本啦。咁結果咧就喺當年嘅八月咧，就成間報館都執咗。咁但係兩個月之後咧，就有新《國民日報》復活。咁但係自此酒樓咧，但係自此之後咧，新《國民日報》咧，佢所有嘅內容咧都係寫某國啦。咁某國人喺乜乜和會乜乜條約裏面去作出侵犯我國嘅條例。不過好得意嘅喺當時新加坡嘅華文報紙裏面咧，全部都用我國，嗰我國就唔係英國嘅，係全部都係講緊當時嘅中華民國。咁但係呢度裏面嘅見到嘅審查裏面係可以反映到咧，喺當刻嘅英國嘅嗰個政策之後啦，那個華人咧佢唔係佢會選擇自我
去閱讀咗先，去避免咗，希望佢可以仲保持住某啲嘅聲音，可以喺嗰個空間裏邊，至少都仲可以發聲啊嘛。咁所以你見到嗰個情況就係、是，即係點樣喺一個有文字獄嘅有 censorship 嘅情況之下，你唔可以話誒、你搞到咁，我唔講咯，我唔出聲咯，我唔寫咯，即係大家都唔係咁樣去做，大家明白你面對住嗰個嘅壓力啊，或者所謂嘅強權，甚至佢嘅極權，你點樣去？繼續去維持嗰個嘅媒體嘅力量，或者文字嘅力量，或者個人嘅發聲嘅力量，咁咪好重要。啊，即係仲可以有個遊戲規則之下繼續出啊嘛，打個交叉，開個天窗，起碼份報紙冇就即刻俾人拉人封艇啊。咁但係個遊戲規則不停咁收緊嘅，即係唔好以為即係打完仗之後咧就冇事。即係當然咧，打完仗之後有即係有解席嘅運動啦，有好多即係人權興起啦，但係香港似乎咧冇乜大影響啊。咁啊，我哋見到法例喺戰後繼續收緊嘅，包括喺1951年咧有一條叫做管制出版物條例。其實大家唔知道呢條出版物條例咧，其實係要辦報紙啦，要登記啦，要交錢啦。咁啊政府如果覺得你犯咗某一啲犯禁咧，佢係可以拉人封艇啦，可以刪報館啦。呢條條例大家唔知道，原來去到1987年咧。先至取消嘅。咁另一個就係、是、當然大家都好熟悉嘅緊急條例啦。緊急條例都喺好多唔同嘅年代曾經用過啦。咁亦都可以即係將報館拉人封艇啊，可以罰編輯啊，罰社長啊。咁呢一條關於緊急條例入邊嘅新聞規例咧，係去到1995年啊，先至隨住即係1991年有人權法往後取消一啲同人權法抵觸嘅法例咧，先至取消。所以你見到其實成個英籍啊，我唔單止係香港嘅，即係可能喺新加坡即係早前啊，即係都會喺整個19世紀同20世紀大部分時間咧，其實呢個文禁咧都係存在同埋執行。嗱 ，Michael 仲話講樣嘢緊要，就係、是、當我哋 technically 講所謂嘅真係説為文字獄嘅時候咧。其實幾時點樣處理就好重要啦。譬如以我所理解啦，譬如而家譬如有雜誌要出，咁就要任審嘅，即係任涉巴密辦。咁如果你有問題，咁就包交代啦，咁去處理啦。咁但係我出版物咧，我就唔使話我要俾一個機構去睇一次，我先可以出版。咁嗱兩件事嚟噶嘛。嗱，當我俾一個機構睇完，出嚟教科書要啦，咁我睇完咪咁，所以有乜問題你就執曬佢嘅要。咁但係如果我可以唔使有個人機構睇，我都可以出版。咁其實就係一個所謂出版嘅自由。即、就、係、是、如果我哋第一節司馬遷講，我哋掉咗出去先。咁有乜事咪俾人收翻？咁但係已經傳播到。咁所以其實嗰個自由係喺度嘅，明顯係有。雖然係可能會被打擊，但係如果係如正話 Michael 你所講嗰堆嘅出版條例咧，其實你係要去送審，去俾人哋睇一次先。咁其實你係冇出版嘅機會。咁所以依兩個程度本身已經好關鍵講到嘅嗰個censorship係去到咩程度？係啊，卓然講得好啱啊！當然有程度之分嘅，即係法例可以收緊，但係執行咧係可以放鬆少少。我哋睇到咧喺英籍時期，如果係戰後咧，因為解殖運動啦，或者係人權運動嘅興起咧，會令到即係所謂嘅執行可以放鬆。我哋見唔到好多報章咧，再有交叉窿去預先送審。但係一有政治風潮，例如我哋睇呢幅圖，67暴動嘅時間咧，呢啲法例咧就可以即刻變成尚方寶劍，一攞落嚟就斬啦。你見到當時大家都清楚，即係《田豐日報》、《香港夜報》。新五報呢三張即係小型嘅左派報章啊，你見到有個荷槍實彈嘅幾有型嘅差人喺度啦，就封報館啦，拉編輯啦，拉人罰錢，全部都會做曬，咁誒亦都係俾大家知道刀仍在，用唔用咧就睇當權者啦。係啊，不過所以你會見到咧，即係就算係 censorship 都好啦，即係中間咧嗰個即係創意咧。都唔會減少嘅。你一次睇到大家嘅應對方法啊，整個骷髏骨啦、乜布啦、密布啦，甚至乎你叫咩廢國啊、鬼國啊、乜國都好，總之咧有方法咧繼續講咧就係好國啦。各位好，翻到嚟最後一節嘅歷史係咁玩啊！正話都講到啦，喺文字獄底下咧，大家都繼續努力去發聲、發表啊，繼續做出版。咁但係嗰種前仆後繼咧，會發覺都係好令人即係感動。咁但係嗰個情況咧，唔單止係即係華人世界或者中國嘅世界，其實世界各地咧都有依一類型嘅情況係發生。
即係今日想講一個韓國近世近代嘅一個詩人叫金之河。咁啊，1970年咧，佢喺一本叫《思想界》雜誌裏邊咧寫咗首詩，咁個題目叫《五賊》。五賊咧，其實喺韓國歷史裏邊咧，一直講緊就係越治五賊，就係將韓國決定合併俾日本主張呢個諗法嘅嗰五位官員嘅名稱。但係喺佢嘅詩裏邊咧，講咧就五種動物嘅。咁啊，圖裏邊咧有五隻畫出嚟唔知咩樣嘅動物，你見到啲好似蜥蜴啊，見到好似豬啊，見到好似牛啊。咁其實咧，嗰五隻動物咧係各自有個名字嘅。咁如果你睇翻韓文嘅名字咧，對翻嗰啲漢字咧，你係睇唔明佢講咩噶。即係嗰啲字咧，我哋係查翻啲對應咧係冇意思嘅。咁但係如果你將佢韓文發音咧，例如第一個咧叫財閥，第二個咧就係國會議員。第三個咧叫公務高級公務員，第四個長星即係長星即係星星啦，第五個咧就係叫長次官，即係講一啲中層嘅一啲官員。其實佢諷刺緊就係成個政府裏邊所有處理政務嘅所有官員，即係嗰啲係拼音嚟嘅，係啦，轉音之後你叫做係啦，嗰啲韓文嘅發音咧與大相關啦，對兩個漢字嘅，對嗰個係動物嘅漢字咧，全部你有留意嘅，所有嘅動物都係狗爪邊嘅，高手嚟嘅，高手高手。即係我哋如果諷刺某隊足球隊，我哋唔中意嗰隊足球隊個名都係加個狗爪邊去形容佢啊嘛，即係一個諷刺嚟噶嘛。咁但係其實佢背後去講緊就係當時候韓國朴氏政權嘅時候，即係朴正熙政權裏邊嘅所有嘅官員。咁朴正熙當然嬲啦，第一佢自己日本出身嘅，你話五賊即係話我，即係佢有日本背景嘅，咁所以佢就即刻拉曬成間編輯所有編輯啊、社長啊，連埋寫嘅詩人啦。咁朴正熙就呢件事上面嘅處理咧，就判曬所有呢堆人嘅監。但係其實你見到呢啲聲音，你就算禁咗一次咧，其實70-80年代韓國咧，其實繼續係有好多呢啲雜誌去出版，這個咁樣嘅故事係冇停到嘅。咁你最終其實你就引發嘅係不斷嘅一種不安，繼續喺嗰個社會裏面去延漫落去。依個係見到你就算點樣去禁制都好，其實你個結果都係繼續有人係會發聲，繼續有人去。但係依一張圖俾我感覺係韓國係勇猛嘅，即係猛士嚟嘅。依一幅圖根本上係直接必死嘅，直接送死。係啦，即係坦白講，即係冇得救嘅。即係預咗你 censorship 我嘅。係啦，即係真係冇得咁，但係都去。咁依種前仆後繼。在韓國當代現代史係見好多，都係令人好感動啊！當然我哋睇咗好多，即係都同亞洲有關嘅，中國啦、韓國啦、英籍時香港都係亞洲啦。咁但係其實咧，即係好可惜嘅咧，即係遠到歐美國家咧，其實呢啲事情咧都係不停咁發生嘅。我哋講下歐洲啊，其實你唔好以為即係我哋淨係講即係英籍或者英國，其實咧歐洲大陸咧，其實呢個文禁咧都係相當普遍。頭先我哋講香港有預先送審報紙，其實歐洲大陸都好多嘅，法國、普魯士。澳空全部都有預先送審的傳統嘅，即係報章。咁但係不過咧，佢預先送審咧，其實已經在19世紀中後期咧，慢慢就唔知係咪做唔到啊，定係唔想做啊，總之就冇咗。咁但係佢對有一種表達方法嘅審查，都係文字獄啦，或者都係一啲文禁的一種咧，就對戲劇嘅審查咧，或者舞台表演嘅審查咧，就一路延續到咧，去到20世紀。即係你估唔到咧，英國都係20世紀先取消所有嘅即係舞台表演嘅一啲即係審查啦，包括好多其他歐洲嘅國家都係咁樣。原來佢哋會覺得咧，舞台表演咧係比文字更恐怖。點解咧？因為文字你要識字先睇得啊嘛，先影響到你嘅思想。舞台表演咧，尤其是比低下階層咧，就會更加容易影響到啲所謂嘅佢哋當然啦，佢低下階層同埋文盲。同埋喺戲劇藝術嘅觀感裏邊咧，喺舞台嘅表演咧係真係好象徵咁所以咧出現好多嘅情況就係佢能夠激烈咁鼓動一群人嘅即時情緒，所以好多一啲出現過嘅一啲事件啊，甚至要打人啊、上台去打人啊、刺殺嗰個嘅演員咧，都係出現過喺舞台上。但係嗰個 censorship 係管佢哋嘅表達啦、內容啦，定係衣著啦，係咪限奶令啊？冇錯冇錯，即係要詳細講嘅，就係都等於預先送審，即係等於你嘅劇本要送審，我哋講稿要之前送審啊！即係因為頭先我哋講，即係書刊就已經送審，預先送審已經喺19世紀已經冇啦。咁但係咧舞台嘅稿咧或者對白咧預先送審咧，一路好多維持到20世紀。即係送審到咩程度呢？譬如講個例子就係，使唔使敵暗我明啊？我就要化越紅啲嘅妝，又奸嗰啲，化藍啲嘅妝，高大全身突出。即係點樣過程？我唔知道，但係結果係點呢？譬如喺我哋見到喺19世紀末20世紀初啦，喺澳空當時咧，有啲人有啲回憶錄啊，
話當時咧，奧匈係點樣去審一啲舞台表演呢，例如《羅密歐與朱麗葉》，要審到佢嘅劇本咧，係《羅密歐與朱麗葉》不能死。嗯，咁就 fit 啦。啊，點解咧？因為你死，咁你就啊，你又自殺啦，係咪？又對抗父母啦，對抗強權啦。咁啊，對於咧低下階層嚟講咧，影響好大。同埋佢哋覺得點解要審舞台劇或者舞台表演咧？就因為你密室聚眾啊，個影響力係超大。嗯，啊，即係大家好驚人聚集噶嘛。因為其實咧，你知道以前嘅社會唔係咁多人會出街食飯，啊，其實冇乜呢個習慣啦。你能夠低成本聚眾，呢個對於執政者嚟講係相當危險。有咁大情緒啊，一影響咗好大件事。係，咁另一個有趣例子就係咧，即係新近一啲即係美國學者研究咧，特別係研究法國嘅舞台表演審查咧，佢話係特別犀利嘅。點解特別犀利咧？因為喺十九世紀咧，法國其實係舞台表演嘅歐洲集中地，有好多好多舞台表演，即係每日都有好多。所以咧，佢哋嗰啲當權者就更加關心。佢哋關心咩程度咧？佢哋引用咗即係嗰個即係美國學者做呢個研究時咧，就引用咗拿破崙一世咧嘅當時講嘅説話，就係話咧由佢哋娛樂，由佢哋跳舞。即係 let them amuse themselves, let them dance。但係你就唔好參與政府嘅事務就 OK 啦。咁呢個就係一個好高尚嘅審查嘅標準。就係高尚唔錯，可以繼續娛樂嚇，但係就冇照跳。係冇照跳。呢個其實喺1980年代啊，喺韓國其實一模一樣啊。韓國嘅3S 政策咧，就正正就係話鼓勵啲年輕人啦，你唔好就係示威啦，你專心咧就睇戲啦。專心就 sex 啦，專心就係 sports 啦，專心就係 screen 啦，咁你就可以解決曬你所有問題。娛樂咧就變咗將你嘅所有嘅視線轉移一個好重要嘅方法。但係咪真係轉移到咧？即係我自己一直都覺得好懷疑嘅。即係如果你話我正話都有講，即係有性就可以唔使政治嘅話，咁嬉皮士美國嗰啲就可以唔使撈啦，係嘛？你明我講咩？即係成個觀念就係我哋唔係話。就算我哋有娛樂，我哋好快樂，但我哋都可以去關心社會。咁可能呢個係當代好多年青人好多事件裏邊出現嘅一個情況。其實文學嘅力量有時，即係我哋唔係研究文學為主啦。咁但係文學嘅力量有時係佢除咗提供娛樂之外，仲可以有俾我哋好多嘅啟示啊嘛。咁要刻意離開呢啲咁嘅範圍，刻意同政治係無涉嘅話，咁我哋文學嗰個控制就使到我哋創作空間咧。就好受減少咁，並且我哋諗下，有啲時候你講太多政治，可能啲讀者都未必頂得順，咁所以即係都有個市場喺度噶，咁但係政府又要管埋呢一忽，咁我覺得係點講咧？就係將娛樂個空間咧，你都係管得太緊要嘅話咧，反而係即係對成個國家都冇咩益處。但我哋又唔可以所有嘢都話即係當權者想維護自己嘅利益，維護。統治管治去做呢樣嘢，睇翻當時歐洲嘅經驗咧，即係頭先都話美國學者有一個好比較詳細嘅，即係歐洲比較分析啊，喺呢個舞台個審查嘅時候，佢就話其實當時嘅所謂嘅政府或者當權者，佢唔係真係覺得即係好似乾隆咁，唔係覺得自己個政權受到威脅，佢真係覺得低下階層嘅人有啲嘢係唔應該知，有啲嘢我應該講俾你知，特別咧唔係淨係當權者話，入邊教會其實有參與好多。即係所謂咩叫 orthodox， 咩叫正統嘅教義、道德標準，佢真係覺得我係教緊你、為緊你好，所以羅密歐與朱麗葉咧係不能死。嗱，我哋可以諗到一樣嘢，就係話嗱，當時大家都係咁諗，就係話你哋冇知識嘅，你哋係農民或者你哋係勞動階層，其實唔應該知道去咁多嘢，唔應該理解咁多嘢，所以我需要宣傳，所以你會有一個理性嘅決策。OK， 我接受。所以你會發覺喺當代社會裏邊咧，依一種嘅所謂文字或者新嘅説咧，係退潮嘅。即係大家覺得，尤其喺法律社會，會覺得我哋唔需要再用依啲嘢去管治自己國家嘅人民。咁你會見到其中一個好大嘅原因就係、是，其實管無可管嘅喎。即係佢俾佢講完之後，其實冇問題啦，咪繼續講咯。講同佢有行動係另一件事啦。同埋第二樣嘢就係、是。有選舉啦，你嘗試去做一個嘅依一類型嘅商業之後，你個反彈可能好巨大，而令到你個政權可能都會即係會輸啊，會失落咁樣。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你會發覺依種嘅文字獄咧係退潮，但係又好似唔係完全退潮啊。係啊，同埋其實我哋諗翻咧文字獄嘅影響。譬如如果我哋諗下喺創作裏面，我哋淨係講馬照跑舞照跳嘅話，咁可能知識分子咧。就要好犬儒，我哋要對世事漠不關心，
對嗰啲可能係現實政治有關嘅嘢咧，我哋就盡量保持距離。咁如果係咁樣嘅話咧，即係全個世界可能就係最最叻、最可能可以幫助去集思廣益嘅一群人啦。佢哋就完全唔可以發揮到佢對社會應有嘅貢獻。咁嗱，即係我哋講到啲文字獄嘅問題，講到啲 censorship 嘅問題，其實歐洲大陸就即係固之然喺歷史上都有啦。咁而譬如可能我哋會覺得相對於比較開明嘅英美嘅政權咧，佢都有咁嘅歷史嘅。咁喺二戰前後啦，咁英國咧為咗抗擊納粹啦，同埋共產主義咧，其實佢哋喺本土進行咗好多嘅即係新聞嘅檢。審查出版的審查咁樣，咁但係到1945年咧，德軍已經投降之後咧，其實大局已定啦。咁啊，英國咧，佢啲即係我哋話到啲當權者有時可能習慣咗嗰啲手段咧，就唔肯停。咁就係一啲對外嘅方法咧，就繼續攞翻嚟咧對付佢嘅國民。咁就係當時發生咗一件事啊，就海德公園事件啦。我哋知道英國咧喺海德公園咧可以隨便發表你嘅政見咧，不受干涉。咁但係咧件事係點嘅咧？就有啲左派嘅報章支持共產主義嘅報章咧，佢哋就喺海德公園外邊咧就派，咁但係喺派同埋賣嘅時候咧，就被警察拉咗。咁當時著名嘅文人啦，喬治歐威爾咧，佢就為呢件事咧發聲，就話到咁樣唔掂喎，咁樣會破壞咗英國嘅根基。咁然後佢講咗點咧，我覺得好值得我哋感動，就係話到咧一個民族如果要接受新聞檢查、接受文字獄嘅話咧，只要佢哋嘅百姓係反抗呢樣嘢，唔係佢嘅文化，就算有法律咧，都有自由。如果我哋冇呢個文化咧，就算冇咁樣嘅限制嘅法律咧，我哋都即係仍然係冇咁嘅自由，繼續會警察會拉人封停。係啊，所以其實好重要嘅就係你文字獄，好明顯係文字，但背後其實係言論，其實係講緊啲人說話。其實嗰啲說話都係假，最後背後咧，其實就係人腦裏邊嘅思想。喺當代社會裏邊，有冇能力去管制或者控制一個人點諗嘢咧？我係非常之懷疑嘅。未完啊，下一個星期我哋會繼續講。